别天天陪我，你该有你自己的事情做。程程他已经走了，人死不能复活，可活着的人还得继续生活。走吧。你把我的身世告诉他了？没有。他不知道？不知道。那他为什么要救我呀？这就是刘芝。什么？这是以前樱桃说过的话。什么意思啊？当初刘志为了放我，气死了他的养父，也因此跟他的兄弟反目，全黑镇的人都在骂他。我想感激他，报答他，可是他不肯接受。他甚至不愿意把所发生的事情告诉我。这一切还是后来樱桃跟我说的。我当时不明白刘志为什么这样。樱桃说，这就是刘志。我听不懂，但就在那一刻，我爱上了他。经过了这么多事情，我现在觉得我越来越懂他了。这就是刘芝，为自己的仇人输血，救他的命，这种事情也只有刘芝能做得出来。对了，我给阿姨打过电话了，她手机关机。你交给我的另外几个电话，我打过去，他们听说是你要找他们，就把电话挂了。树倒猢狲散，星光这台戏算是塌了。要不要我再到公司去找找？紫霞，跟我说实话，恨我吗？为什么不和他们一样也走了，离得我远远的？我想过，可是我做不到。你是好人坏人，我现在已经不想那么多了。最近我经常想起老家，想起老家的那三间破房子，从家里去趟县城要翻两座大山，走大半天的路。我庆幸我咬牙离开了那，庆幸遇到了刘志，还有您。我不管怎么说，进了城，上了大学，将来我会在城里生活。这一切如果没有您的资助，
就不可能。彩霞，你真的是这么想的？是。有件事情，我想问您。你说吧。您真的不愿意把您跟刘志的关系公布出来吗？不管怎么说，也是父子啊。您这么藏着掖着，心里就不难受吗？该回去了，我推您回去吧。你回来了，我一直在等你。我去程程的墓地呢。你要走？他给我打电话说有急事儿，我得去趟医院。彩霞，你应该离他越远越好。现在不是时候，他在医院没人照顾。你咋这么糊涂呢？他是资助过你，他也毁了你，哪有你这么感恩的？我去照顾他，是为了感恩，可也是为了你。为我？嗯。走这是什么？你的护照，卡上的钱应该够你在日本生活十年的。你什么时候办的？那天晚上之后，我就开始准备这件事情。原先想的特别美好，我想先把你搬出去，等我把这边的事情都搞利索了，
算不如天算，竟然让我遇到了我的儿子。更让我没想到的是，你爱的人也是我的儿子。我真是修了仙人了。我掐来掐去，掐到了我儿子头上。这个伤心的地方，为了我，为了你，更为了刘志，走得越远越好，永远都别回去。程老师，我准备这两天就去找黎天光，我担心他会随时潜逃。也好，事情到了现在，也该有个了结了。是啊，该了结了。孩子，要相信自己选择的人生，邪总是压不了正的。陈翔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你。随便坐吧。刘志，我要走了。哦，外面下雨呢，拿把伞吧。我要去日本留学了，今天晚上的飞机。去日本留学？对。怎么回事？他瞒着我，给我办了出国留学的手续。他说这是他现在唯一能为我做的事情了。可是走之前，我还是想来看看你，否则这辈子我都不得安生。他跟你一起走吗？不，他不走。他就是想走也走不了。你以为他想潜逃，对吗？告诉我他在哪儿。他在医院。他说了，他不走了。
那你呢？我想过拒绝，但最后还是决定走。翠霞，离开那个人吧，彻彻底底的离开他。那个人，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？我知道，在你的心里，他一直是你的恩人。没错，他是我的恩人。但是刘志，你知道他对于你来说是什么人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从哪弄的？黎天光给的。黎天光，他怎么会有这张照片啊？他不仅有你妈妈的照片，他的血管里还流着跟你同样的血。20年前，他不叫黎天光，他叫二牛。他是你的亲生父亲。你胡说呢？你在胡说。我没有胡说，他真的是你的亲生父亲。你就撒谎吧，你王彩霞，你别撒谎了。我知道你们俩是一家人，你还把他当了恩人呢？你想让我放过他，你在撒谎编故事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，我不信。你说你在撒谎，你告诉我你是撒谎。刘志，你冷静点好不好？你仔细想一想，是你给他输血才救了他，你们俩是同一个血型。20年前黑镇上只有一个二牛，他就是现在的黎天光。不可能。我早就知道这个秘密了，是他不让我告诉你。告诉你这个真相，你有权利知道他。没有，知道你是现在这个样子，我就把你给淹死。你不能去送葬，不是刘家的人。要不你打给你哥，为啥叫你叶仲？
非走不可。还会回来吗？不知道。走吧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再干傻事儿了。你会去看他吗？他说，该受的惩罚他都得受。这是他让你说的吧？不是，他说他没脸见你，他不配有你这么个儿子。刘志，其实他挺可怜的。我走了。王彩霞走了，你也要走。刘志，能推我出去走走吗？这个房间太闷了。你那天要是下手再快点儿，再用力点儿，这一切早就结束了。我是你的罪人，
也是我自己的罪人。我让你失去了程程，我罪该万死啊！够了。其实你什么都知道，你还在演戏。你是个胆小鬼，你连认你亲生儿子的勇气都没有。你不配。等等，真的还认我吗？二十多年了，我真的以为你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。我知道我不配成你儿子，我没这个资格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妈妈。你别说了，我不想听。我求你再听我说最后一次，我原来也是个好人，我也善良过，正直过，我也喜欢堂堂正正的做人啊。你善良正直，你配说这样的话吗？我现在不配了，我害了你，可你还输血救我。你是一面镜子，让我看清了自己肮脏与丑陋。其实我也想像你一样做个正直的人，堂堂正正在城里头做人做事。可惜啊，这一切都不会重来了。我们两个身上流着同样的血，可是血同路不同。有句老话在你身上得到了印证，人只要正直善良勤劳，不管他经历了什么样的磨难痛苦，他落泪都会成金的。落泪成金，你是落泪成金的人，我不是。因为我的眼泪是脏的、丑的，我是落泪也成不了金的。
该走了。走？你要去哪儿？我投案了。我这一辈子净干了些让你瞧不起的事情，不会了，真的不会了。我要像你一样堂堂正正地做一回人了。我见到他了，他还活着。他做了他该做的，他揭发了他们的董事长。安息吧。
是我唯一的亲生父亲。我的冤案澄清了，也正式调到报社当记者了。爸，你可以安息了。说的对，你兄弟是个有出息的人。你说我能当省长，我没想过。可是我保证，我能做一个好人。一个真正的男人。强子，这是咱的娃，叫铁蛋儿。铁蛋儿，这是你的，快叫达。哥，我打算带樱桃去省城找份工作，我今天就带他们走。我要让铁蛋儿从小接受教育，受人尊敬。我不能让他像我们小时候一样。你放心吧，我说到做到。刘志，你啥都保守了，哥那儿都不去。嫂子，我担心你一个人带着孩子。你别担心，我真的哪儿也不去。我要待在黑镇，这儿是我的家，我要陪着你哥，我要守着他，我怕他一个人孤单。嫂子，要不你是俺兄弟，铁道是你侄子，咱可说好了，我这人一辈子没上过大学，将来铁蛋儿你可要供他上大学嘞。刘志，你说将来铁蛋长大后会比咱们的日子还过得好吗？会的，一定会的。